好，咁头先咧，其实我已经打咗前面嗰度，咁前面咧就有两次双打战要打嘅，咁我咧输得好惨，输得劲惨啊，系啦，完全系俾人灭团啊，系非常之难打前面，所以我一定要谂办法打，但系我完全我真系唔知点打前面嗰度，所以我而家要执一执啲道具先。嗱，首先咧，地震雨正犯冇错，黑色泥啊冇错，呢、這个都正犯，呢、這个都正犯正确嘅，而家系争呢两个密攻兽一定要转嘢，系啦。一定要转嘢，呢两只系速度 1.5 持续用一招，其实呢个都可以用，不过就冇得用呢一个阴谋。先最麻烦我系唔可以中麻痹，因为佢劲多麻痹嘅手段嚟搞我嘅会。先一系就用明玉呢只嘅话，照用明玉都。好冇咧？试一波先，试一试先喺度，试一试啦。呢度你会见到四条友嘅，系啦。从嗰波搭车嚟咧，就估到你个外事鬼会走嚟。兰斯嗰度通知咧，你已经打低咗我，但我而家咁多人，你确定你自己有胜算？同我上，系啦。呢度就要打两场，系啦。我一个人打12只。好，咁呢一度咧点搞呢？首先咧，一定要杀咗左手边先啦，因为佢一定会用麻痹嘅，所以我呢度亦都用。按剑舞先，应该可以打四个雷电狮嘅。不过佢系咩果实咧？佢系气息腰带，我又中麻痹啦，咬佢。好，突伤果。好，咁呢一度我就开阴谋，呢度就用斩。好，斩咗死啊！顽皮蛋，顽皮蛋应该快过我嘅，应该麻痹其中一只。咁就我估咧，应该就系黑老家，所以我要走转做地震鱼。我想知道亚布阴谋剑舞咗未啊？未剑舞喎。咁嘅话，我呢度喷射火焰，呢就剑舞。得电磁波打我只亚布，居然唔紧要啊！呢度我就喷射火焰打核果兽，叶印斩打电击兽，系啦。好，得大针锋喷射火焰。呢、這个帮一定要回血咯，我想讲呢度，因为我唔回血一定打唔赢呢度，所以破戒都做一次真系，再回帮，同埋我自己都要回啊呢一度，奇迹果解除我麻痹，好，奇卵奇恶之波动，呢度就用翻大树果帮佢回，好，唯有系咁打啫我呢度 ，OK 再回。得搞掂，真系超难打呢度。不过都冇谂住指意你哋班僆仔搞掂啊！快啲翻去回复精灵，然后支援咧其他干部。明白，雷德大人喺呢度咧，我都听到你急促嘅呼吸声，真系唔系讲笑。呢度我真系好急促嘅呼吸声，大佬。但系咧花咗唔少力气，咁样咧降调你就轻松。呢、這个就系所谓人海战术啦。点啊？而家惊未啊？面对咧车轮战，即使固骨都搞唔掂啊！而家呢个时候，小光就到场啦。我收到小神同埋小辉嘅联系啦，就讲紧你呢度，睇下你有麻烦，放心啦，帮你嘅。好 ，OK， 准备打啊呢度。第二场，恶之波动打穿山王先，系啦，打唔死应该系打唔死，不过动弹不得都系一个几好嘅，一个几好嘅优势。剑舞吸血冇死啊呢度得。之后我一定要秒晒其中一隻嘅精灵先，好，只要我唔死得嘅呢度，暂时胜招斩。哇！你条友咁，你都唔死，干了，打死佢！液态尾巴，放个钉先呢度，放钉。哦，火暴兽呢度就用空切打梦哥来啊！个尾打沙河马，电磁波唔紧要啊，我仲挨得住呢度。麻痹长耳兔，应该就用格技打沙河，乔不比啊嘛，冰技打河马，唔紧要啊，我得翻我一个就有阳攻打佢，得痛评分呢隻嘢，呢隻嘢就麻烦，转做地震雨先，冲浪冲浪。哇！液态尾巴，啊冇啦，打唔赢啦，
好难打呢度真系。好，转一转手段，呢度唔好用荣辱啦。一个用花，一个用呢一个专爱围巾。阿布，阿布就用专爱头巾，系啊，专爱头巾。好，呢度就火喷，系咪？我支波王打呢只。其实我火喷打佢得唔得呢？试下唔好火喷，火喷打呢只，接印斩打雷电狮。哎，搞掂！火喷打大真风，接印斩打灯笼鱼。火喷打边只系高速话啊？黑老家系高速，咁所以我支波动啊。火喷，火喷打顽皮蛋，叶印斩打嚟多王，哎得啦得啦，终于打掂，终于打得到呢度，呢度要调转，不过唔系，哎照咁打，唔好调转，一下麻痹我食蕉啦，烧伤果，哎点都中一下烧伤真系，黑人震，我支波动，哎照喷，呢度照叶印斩，哇搞掂啦终于，但系中咗麻痹，最麻烦就系、是。中麻痹真系，我支波动打河马先，唉，我都顶唔住呢只，好，叶印斩斩沙河马，吸血得搞掂，血液飞龙，尼多王，逆轮，唉，最麻烦嘅麻痹出咗嚟。瞓咗只血液飞龙先，哇瞓唔到佢添，仲瞓咗先，完全瞓唔到，哎瞓另一只都好，再瞓鲤鱼龙，得寄生种子打鲤鱼龙，好空切蒙哥莱牙，瞓埋蒙哥莱牙，我成队瞓晒我要，我而家系咪有只嘢要解啊？啊冇啦，死晒两只麦弓手，有咩可以用呢？我冇战斗道具可以用。咁咧，阳光烈焰记唔到种子啊！阳光烈焰打鲤鱼龙啦，冰牙哇，使唔使做结冰添？食蕉啊，有冇咁黑啊？地震雨一定唔得啦，佢有只蒙哥莱亚喺度，空切，空切，哇！佢吸收其吸晒，哎，又得翻我一个沙河马，地震雨，痛评分，潘瀑布打乔不比，杀咗乔不比先，搞掂，摇篮花，哎，彻底玩完。我一定要戴专爱围巾先可以快得过雷霆弹啊！即系一定要用专爱围巾啦，呢只就一定要专爱头巾，系啦，一定要咁样配，冇其他办法，唯有喺佢哋死嘅时候帮我哋回血啦，用树果，唯有系咁。火焰喷射，叶印斩，麻痹蛙就可以走得嘅呢度，好，叶印斩。火噴打电击兽，哎冇啦，调转啦，电击兽，哇，火焰噴射式，我火噴呢只，叶印斩呢只，得麒麟旗火噴，呢度我回血先，独角蛛再回血先，唯有咁打，面对呢啲咁嘅渣渣，我用我呢度一定要咁样打。
好嚟啦，呢一度咧就烦啦，因为佢一嚟会用岩石技嘅，所以我呢度咧最好就换翻只阿布，阿布，好，然之后叶刃斩右手边，全力打二手右手边，好，呢只一定都系要杀咗先，居然，好波，得，至少杀咗两只麻烦嘢先啦，而家杀咗嗰只嘅天蝎。呢只摇篮花杀咗，大木锤，朝北鼻就唔使惊嘅，打套台龟，好，电磁波咪电磁波咯呢只，随便你，蒙哥内亚一定要杀咗先，嚟啦，打死佢，通平分，做得好，召唤空切，空切，哇嘿，good。杀咗佢只蒙哥内亚，呢度佢应该打大嘴蛙，我就打河马，照用空切啦。因为我攻击唔知俾人减咗几多十次已经。哎，靓波结埋冰，地震雨，逆轮，我唔紧要，佢已经死啦，冲浪，靓波，沙河马冲浪 ，good， 冲浪，哎，靓波，鲤鱼龙，算吧，你输咗啦。你已经输咗啦，已经。除非我中结冰嘅啫，如果唔系我都唔会输呢度。系啦，我已经好安定啦，终于见到光明啦！我实在好辛苦打呢场打得，啊，终于赢啦！真系嘅，两个靓仔加埋咁劲，咁唔得喎，好多委员会揾你嘅，真系越嚟越多，咁样唔得，要令呢马木大厦呢个撤退嘅指令先。我之前受咗唔少伤，可以翻去先啦。我谂佢哋嘅老大唔简单，我都要翻去回血先啦。唔得掂，超难打呢度，真系唔系讲笑。我未，即系个最难打系呢场口袋战呢、這个 Pokemon 战入面，密码所需要特定嘅密码。唉，唔理啦，走。好 ，OK， 一招啦，最真呢只嘢，灯笼鱼，走得灯笼鱼。是但啦，呢只打完应该走得嘅呢场。哇，使唔使啊？连中两招，我知波动。哇，唔好搞错，电击兽呢只，哦，物反射墙。好，喂，呢罐啲天王落晒嚟咯。好，你已经嚟到呢度啦，抱歉啊，而家暂时抽唔到身，這个叫 K 嘅干部咧真系唔简单，目前咧完全占唔到优势，大概咧呢个唔系佢全力，估唔到呢个实力嘅人都系火之兵团嘅干部啊，真系识讲开玩笑啊，毒师先生，我只系一个微不足道嘅研究员，就咁嘅啫。不过暂时作为火之兵团一员，我收到嘅命令系阻止你继续前进，我先要执行呢个命令，就咁嘅啫。真系识讲笑，估唔到呢啲人咧会求打火呢、這个求呢、這个投靠火箭兵团啊！唉，生活艰难，咁做咧只系各吹所水，各吹所水，各吹所各取所需，系啦。毕竟咧唔系所有誓语咧都可以光明正大进行嘅。啊，好，佢哋嘅大佬咧就喺呢一个一层嘅西北方向，嗰、那个叫把木嘅人，佢嘅存在咧似乎系火箭俾疯狂嘅信仰。即使系口袋委员会咧，都冇办法搞明白啊！点解一个人就可以另一个组织疯狂？不过咁样啦，大概战胜嗰个男人就会瓦解，得你一个战胜佢啦，相信你交俾我啦。点会可能噶？点会俾你接近嗰位大人咯？啊，又要打十二只火喷打暴雪王，叶刃斩打万马。哎，靓波！哇，火啊冰队咁打，哇没有中。仲结咗冰添，冇得打又输咗，只要我只卡鲁加结咗冰，同埋二 B 背中我呢啲咧，就即刻输咗。唉，真系，佢仲唔可以自动解添？如果可以自动解，我都有办法啦。解唔到嘅话，就食咗招嘅。好，死咗。OK， 好，玩完啦。我冰队呢一度全部打唔赢，系啦，我开多次先呢度。系啦，因为只要。呢一队乜兵队呢，我呢两隻打其中一隻死咗呢，就好难打上去啦。好嚟啦，再嚟多铺。
火噴暴雪王电棍斩麻麻。好，火噴铁甲背叶印帝牛海象得，火噴飘浮叶印铁甲背岩切重用。好，火噴冰衣背叶印斩打冰鬼喎。哎 good 啊 good 啊，火噴打雪妖女叶印斩打白海狮，那咁就完美过到啦呢度。哇，全部都冰队嚟嘅，火技打隔篱嗰只系冰嘅冰电马鲁拉同埋电鬼，得搞掂迷信者，好轻松过晒。好啊，我哋输咗点啊？你冇可能去到嗰度，因为你并没有密码，打开间房需要特定密码，只有少数人先会知，你冇可能入到去嘅。走，哦，四步先，好难打，的确呢一度呢一个嘅地方超难打，唔系讲笑。火箭兵团嘅密码啊？实验精灵嘅套服关鬼事咩？一招啦，佢严堂咯。哎，河马我要走，阿布叶印斩，吸本小丑。恶之波动，哦、有练呢两只真系太好了，我冇练呢两只嘅话真系死得好快，我会要做咩？把木大人房间密码系个五位数，我知道其中两个，直接话俾你冇意思，我就转弯抹角咁讲，其中一个数字咧系六嘅三次方，六嘅三次方除以三嘅二次方得出嘅结果再减二十。